违规的罚单。晚间用餐时段，永和乐华夜市外又有民众车辆违停在公车照护站前。麻烦你出示你的驾照、身份证或健保卡。照刷那个公车照护站施工指令，违反道交条例。警方拦车开单，但一名男子突然跳出来说自己才是车主。大哥，什么事？永和说了吗？不是。他什么时候？什么事情？没有，我了解一下。我在路边，不要在车上。眼见警方红单开定了，这时男子从对街找来三名朋友，远警立刻呼叫支援，还加开他一张行人不在划设人行道通行。陈南这时出示手机，说自己是民众党人员，要投诉媒体，跟远警说几天后见。第一时间不愿意出示证件了，所以我只能说。第一时间你也不愿意告诉我你是哪里，我怎么知道你真的警察、假的警察还是什么？好了，你可以叫这么多警力，就为了这个事情来啊？好了。啊，你毕业多久啊？远警不想多做回应，但陈南却冒出了这一句：官威挺大的。要闪现，根本不要闪现。你要讲可以讲，但是不要闪现。我没有什么官威。没有官威依规定。辖区分局检视警方开单过程，强调并没有对陈姓男子有态度不佳状况，反倒是车主车辆违停在先，亮名片施压不成，这下还多收了一张行人违规罚单。三立新闻王绍祥新北报。